22号，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决定将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，至2016年1月31号。欧盟目前对俄的经济制裁原本将于今年7月到期，制裁内容涉及金融、能源、房屋和居民两用产品等方面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表示，俄方将根据以牙还牙原则对欧盟的这一决定予以回应。22号，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决定将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，至2016年1月31号。欧盟目前对俄的经济制裁原本将于今年七月到期，制裁内容涉及金融、能源、房屋和军民两用产品等方面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表示，俄方将根据以牙还牙原则对欧盟的这一决定予以回应。